家出席卡德维深圳旗舰店开幕仪式的答谢晚宴。百年老品牌在深圳将开启新的篇章，焕发新的活力，绽放新的光彩。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深圳曼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晓华先生致辞。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浴缸，也不仅仅是一个高端品牌的浴缸，其实我们是在借这种产品作为一个载体，在创造一种健康养生的生活方式。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和我们共同推动一种健康养生的生活方式，谢谢大家。下面邀请卡德维先生上台。是，我们也要掌声有请王磊先生与我们卡德维先生共同上台，掌声有请二位。Auf diesem Weg versuchen wir Ihnen, den Designern, Architekten, unseren direkten Kunden, den Distributeuren, 跟各位更多的设计师可以坐在一起，向互相切磋和学习。那我们的经过了很多的创新的之路，我们把品牌定位在那个先锋和时尚标杆。大家看到这张图，实际上就想跟大家说，能够刮花我们产品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钻石。非常感谢大家的出席，也希望能够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这个品牌。我们香港十大顶级设计师梁志天先生 Steve Leung。我希望把中国的设计师跟设计来多交流，这个主题很配合我的那个想法，因为卡德维是一个世界的品牌，把它带到来中国。我觉得这个浴缸最令我心动的地方就是它真的线条也好，比例也好，都是做得非常到位。所以其实在我选择的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也经常选择这一款的浴缸。 Shake Shake Joe。好，随着一声的喷发，我们也看到了一二三。